朕不想看，拿走。皇上，您不是也听说了吗？最近宫里上下都在传红妹妹是妖妃啊。住嘴，这种谣言皇后也相信，把朕的旨意传下去，谁在传这种风言风语，一律处死。这奴才马上去办。皇上，你不必动怒，这可不是事实吗？说什么？宫里的第一胎确实不想之子，最近宫里上下都在传这个呢。朕，皇上，现在您能做的就只有当做宫里并无此人，并对外宣称把红妹妹赶出宫外了。哎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皇后，我会就交给你照顾，不要让她受委屈。是，臣妾一定尽心尽力办。臣妾先告退了。朕觉得事情不太对劲。皇上，您是觉得有人对红妃动手脚吗？不管是不是，都必须查一查这件事。提款机就交给你去办。这奴才马上去办。偷偷的查，动机不要太大。这皇后姐姐，您那日演的可真好呢，跳的熏香也十分有效。本宫可没有演戏，不过王香的功效你是挺知道的。哦，是姐儿跟臣妾说的，并也是听宫里的传言瞎说的，请皇后娘娘不要见怪。皇后娘娘，既然我家小主帮了娘娘一次，那可否也请娘娘帮我家小主一次呢？毕竟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而且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玉妃啊，你这丫头可真忠心啊。娘娘，是臣妾管教不周，但是帮娘娘办事是臣妾应尽的本分，臣妾也感到十分荣幸呢。瞧你这小嘴甜的，本宫会请本宫娘在那边多美言几句的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Baby, don't be gone.
好帅！好帅，今天的精彩，有的懒惰，欢乐多多。好帅，好帅，能比肩扛。